名字叫宝儿，进化叫小宝儿，使用了大鸡腿进化成大宝儿。我讨厌被进化，我就做小宝儿，因为我是一只大大的粉兔兔。我的生日呢是1996年的8月18哟，我的体重呢是40公斤了，我的身高呢是1.63了，我的电压呢是10万伏特了，我的属性呢当然是电了，我的财富呢有8.24亿美元哟。我喜欢吃的呢是番茄酱和鸡腿哟，我讨厌吃的呢是大肥肉喽。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能再长瘦一点喽。我最讨厌的是呢没有肉肉吃哦，我最喜欢的是呢每天都有肉吃哦。我名字叫宝儿，进化叫小宝儿，使用了大鸡腿进化成大宝儿。我讨厌被进化，我就做小宝儿，因为我是一只大大的粉兔兔。我是身穿粉色红纹的白皮老鼠小兔兔，在可爱的外表下隐藏着聪明调皮勇敢坚韧和好胜的性格。在战斗的时候呢我身手敏捷哟，甚至可以呢在冰上高手移动哟，躲避敌人的攻击呢。攻击强大的我呢常常又强大，电击招式10万伏特哟，给敌人最后一击。身上带的电会激起一阵炫目的电光，我脸上的两个红点就是电力的所在，被激怒时会放出100万伏特的电击。我能手的绝招是10万伏特呀，伏特攻击。我脸大，我脸上的肉多，我可以揉自己的脸玩，你们脸小，你们脸上没有肉。